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门课将会给大家讲到的具体的一些系统是什么。那么我会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这个预览，让大家知道在这门课上完之后你们会学到的系统包含哪一些。那么我们来看，在大数据的这个分析中包含了从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以及到后面的这种挖掘。实际上在这个流程里面我们会提供一些原型的这个系统供大家去学习。那么在数据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一部分，我们会介绍以云计算和这种集成化的这种数据中心为代表的这种基础设施。那么我会告诉大家，当你面临一个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数据处理任务的时候，你第一步需要做的是什么，你怎么样获得最基本的硬件的或者是虚拟化的硬件的这样一个资源，这是我们在基础设施里面会给大家介绍的。那么这张图实际上给到大家的是一个集成化的这样一个机房的一个例子。那么这种例子已经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现在得到这个工业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应用。从这个一片空地上用大概只需要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搭建出一个数据中心，然后满足你后面的这样一个数据处理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会介绍存储系统。在存储这里面呢，我们会重点介绍以 GFS 和 HDFS 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分布式的文件系统。然后这种分布式文件系统提供了后面我们需要用到的 MapReduce 以及 Spark 里面最基础的这样一个数据设施。那么在大数据这个处理里面呢，我们会介绍几种分布化的这种数据处理的框架，包含 MapReduce 对这种顺序化可以串行执行的这样一个数据进行一个有效的分布化和并行的一个处理。那么我会介绍 Spark， 介绍大家怎么样在一个内存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中进行高效的迭代化的这种处理。我们会介绍这个 Streaming 的平台 Storm， 告诉大家怎么样对流式数据进行有效的一个分析和处理。我们会介绍 In-Memory 的这种 Data Processing， 内存化的数据处理。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会构建内存化的一个文件系统来增强原有的这种基于磁盘的这种文件系统。那么针对迭代、针对交互的这种数据分析进行更加快速、更加高效的这样一个数据分析，这部分是以 Spark 作为主要的例子。那么我会介绍大数据的数据库。那么大数据数据库今天成为了工业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他们会将自己的数据仓库以及自己的数据分析搭建在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们会以谷歌的 Big Table 作为例子来给大家介绍怎么样有效的利用分布式文件系统，利用 MapReduce 构造一个这种类似于关系数据库的一个接口的这样一个数据分析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平台。我们会介绍流式数据的处理。那么在流式数据处理里面呢，我们会把数据当成像水流一样的这样一个可以有一定的时间窗口进行分析的这样一个模态。然后对这种流式的数据，我们会介绍它基本的处理单元以及它的优化的一个目标和优化的策略。我们会介绍一些针对大数据的这种图的数据处理的系统。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去看看图的数据和传统的这种结构化的数据它会有什么样的差别，表格的数据比如说。那么这种差别大数据系统是怎么样去处理的，我们怎么样将图的数据分布在不同的数据节点，那么我们怎么样将图的处理算法分布到不同的计算节点进行大规模的图的分析。在这里面呢，我们会以 GraphLab 以及那个 Spark 上的 Graph 作为介绍的这样一个蓝本给大家介绍大数据的这种图系统。我们会介绍大数据的机器学习的一些系统。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去挖掘数据，让数据能够产生一定的规则、一定的智能。那么由于机器学习已经成为今天大家去产生智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的降低编程人员或者数据工程师的这样一个压力，让他们像使用其他的一些模块一样去使用机器学习的这样一些方法。那么 Mahout 就是我们会去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告诉大家怎么样非常简单的
在大规模的集群上实现你的机器学习方法。我们还会去介绍这个大数据的一些可视化。那毕竟最后数据的智能是要提供给相关的人员，这些人员呢不一定是工程人员，他们需要看到的是数据能够带给他们的这种视觉上的一个感知和视觉上的冲击。那么这两种冲击产生之后呢，用户又会进一步的得到更多的这种数据上的启发以及其他的想法。那么怎么样进行数据的可视化，那么成为今天非常被研究人员和数据工程师关心的一个课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些可视化数据的一些工具系统以及它的这种系统优化的方案。